Hello，Hello，Hello，欢迎大家嚟到 CFRU 93.3 FM 中文广播啊！冇错啊，我哋又翻嚟啦，经过一年，系咪啊？系啊，冇系，办法，因为转咗手啊，个 club 交咗俾下任，系 又啊。佢需要多少少时间去接管呢个 club，咁但系系，无论如何，我哋都翻咗嚟啦。系啦，唔紧要，我哋而家翻嚟做翻 show 就得噶啦，系咪嗱，先？好啊，咁啊，新一年就即系人事上有啲变动啦，咁啊，不如大家介绍下今集有边一个喺度，我哋倾下偈先啦，好唔好啊？就由我哋今年嘅 press 讲起。好，大家好，我系卢主席 ，I 好啊。Hillary，大家好，系，我叫 Hillary，你可以叫我做，卢主席，你可以叫我做乜嘢？鬼胡卢主席啊！乜 都要用桂湖开头啊，系啊系啊，冇错，一定啊要系，President，咁啊，使唔使讲自己个 program 啊？唔使啦，中意可以讲系嘅，嘛？好但啊，咩咩等等等，系咯冇所谓嘅。，third year，applied human nutrition，系啦，咁就觉得自己好老啦，因为 third year 已经做咗主席咯。咁交俾下一位介绍下你自己啊，系 Jacqueline 啦、好，啊。Hello，我系 Jacqueline。我同 Heidi，which is 之后会介绍嘅，就系负责呢一个social media 嘅。And then 我系master food science。哇哦！系啦，多指教，多指教啊！好，好，咁啊，Heidi 啊，系咯，Hello，大家好，我系 Heidi 啊，系头先 Jacqueline 系咯都有讲话，系我同佢都系负责 social media 嘅，同埋我都系同 Austin 负责 event 然后我今年系 third year 嘅 animal biology 啦，好，耶，有冇第二个称呼啊？冇啊，冇讲笑啫，谂紧有冇咩有冇花名，躲？系有冇躲？有冇躲？有冇躲？怪物乜乜乜？打到唔紧要，唔紧唔要，紧唔紧要，要，冇，唔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咁好啦，我哋有一个新成员啦。系啊，冇错。我系 Oswin，我系负责 event 嘅，我系second year equine management，好，有冇到？系叫我 Oswin。就得噶，冇搭到，我唔系嗰啲，唔系住嗰啲油尖旺嗰啲嚟，系冇到我搭嘅。而家冇啦，迟啲有啦。好，迟 啲又有，迟啲帮你起一个。冇 冇，好，你想叫咩？我哋已经有桂胡佳琪用桂胡去，亦 都有桂胡 MC。有怪物 twins 啊，已经。系啊，有桂胡 twins 系啦，咁最后啦，twins 其中一个 twins 成员未介绍系，自己，点解你会喺系，度嘅？冇错，因为我仲喺 Guelph，系啦，然之后我又即系啊，我又都几得闲嘅，咁啊就翻嚟啊，帮轻下，帮手 lead 下个 review club 啊啲嘢啊，最系主啦。要其实系 president 要求咗。桂胡 twins 同桂胡佳琪留翻喺呢个级度，成为我哋嘅荣誉顾问，所以大家俾热烈掌声，我哋嘅荣誉顾问。系系多谢多谢，永远荣誉会员。系啊，唔使收会员费。系 我哋唔收钱嘅呢啲，我哋热烈，好乐意帮好忙。义气，好义气啊！呢啲。好，咁啊，就。讲下近况咯，因系为啦。都好耐冇，我谂都有大半年，大家冇做 radio 啦，咁就想知道大家近排过成点啊？冇边错个啊！开讲先啊？即就下一主个题啦，你讲先啦，你系讲啊，先啦。好咯，好咯，好咯，成日都系我讲先嘅，近况就。
即系我觉得呢个 sem 系几忙下嘅。我两个星期后好多 midterm 啦，最忙嗰个系2月14号啦。哇！即系好伤心咯。我2月14号有个 quiz 啦，跟住我自己又唔知点解 sign up 咗。做一個 discussion lead 啦，跟住即係其實 extra work 嚟嘅。不過我做呢啲都係覺得幾好玩，又想識下人。即係我知個 prof 整呢啲機會都係話你 sign up 咗，我識你，咁我就會俾 reference letter 你。咁我個人都唔係咁功利嘅，咁我係就係想純粹參與下咁樣都好嘅，學多啲嘢咯。咁跟住點知？跟住嗰一堂有個 midterm 啦 ，clinical nutrition 仲要 double credit 嘅，咁就 so far 其實我都唔知道我想同學做啲乜嘢啦，因為今個 sem 嘅 schedule 都真係好核突啦，好想即係我唔知啲人點樣編學校點樣編 schedule 噶，佢我禮拜四係由1点一路上堂上到去夜晚10点咯，但係我中間就係得。一个 break 系2点半至到3点10到咯，即系已经够攰，跟住其实基本上我夜晚上嗰堂 clinical 已经完全唔知个 prof 讲紧乜嘢，因为我通常一系瞌紧眼瞓，一系就饿到晕，跟住琴日即系好似琴日我上呢个 clinical， 佢哋讲低血糖嘅症狀就係會暈啦、啊，個人喺度震啦、啊，跟住我覺得我自己做已經係人版嚟嘅，係啊，我已經人版，因為我已經覺得我係聽到個肚係咁響咯，係聽住嗰啲人都係咁望住我咯，跟住我覺得勁樣衰，跟住我即刻衝入 UC 買嗰個沙律嚟食啦。不過 anyway， 我跟住之後隔兩日又有兩個大嘅 assignment 要交啦，跟住禮拜五又係有一科有嘅大嘅 assignment 要交啦，即係。即系，但系我觉得最攞命都系2月14号嗰一日咯，真系。我觉得啲 professor 唔想我哋2月14号过得开心，要你哋专心读书、求学时期不应该求咩恋爱定乜嘢。算啦，就算冇 midterm 都冇得谈恋爱啊。唉，算啦，唔紧要。我嘅暂时我嘅男朋友系翻工同读书，所以我都系同紧两个。你有兩個男朋友，我覺得真係搭兩船，翻工同書馬生啊！係一腳搭兩船，唔好意思。我哋咁忙啦。係啊，唔係我會擺 research， 我其實應該要擺學業為第一先個份工嘅，但係我比較 into 我自己而家嗰份 research 工多啲，咁所以就啊，係啦，時間管理大師。係啊，咁其實2月14号我要做咁多。midterm 讀咁多書咧，其實我都冇得同我男朋友 which is research 去拍拖咁，所以就都有啲傷心。係呢、這個就係大約我嘅近況。有冇人可以講下你自己嘅近況？我 Jacqueline 啦，我聽講即係我見到你嗰啲IG story 都見到好似你而家都好似好煩咁啊！我聽到有怨言，我知道，其實他有跟我說過，他都有些不太想提起，不過我們這裡不會強迫你的，不過你喜歡說什麼，你又可以有好的東西可以說一下嘛，近況可以是我們 club day， 是我們的 club day 很成功啊，是啊是啊是啊，我整得很漂亮啊，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近況可以說一下的，是啊，等我想一下一種報喜不報憂啦，我就覺得咧，反而我覺得我哋今個 semester 呢個 club 咧，我哋應該會搞多啲 event，which is 令我好期待，係啦，希望啊，但係而家講唔講得啊？定係要定咗先我先講？可以賣個關子。括號未定啊，日期未定。TBD。TBD。OK。係啦。即除了以往的 welcome party 和 bake sale， 我們又在想搞一個 art market， which is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 idea， 可以宣揚一下這些香港 artist 的一些心血作品，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我很 looking forward to 的，沒錯，幾好啊，好，我就諗唔到啦。其實你講咗咁多呢啲係同有 event 有關嘅話咧，咁就應該交俾 Oswin 去處理，因為佢係 event。冇錯。係啦，咁所以你要有定心理準備，我會抌好多方俾你填。
好啊，最中意最中意填方啊！哦，真系啊，我就最中意填方啊，所以我一直都唔搞 event， 我好憎填方，好多方填，中意啊，你早知一早交俾你填啦，唔使而家交都 OK 嘅，而家交一堆俾佢 ，send 俾你 email 俾我，即刻 forward， 你 email 俾我，连埋我自己嘅啲方都要填。好多谢你嘅厚爱对呢个 club， 亦都中意中意佢嘅。抱起不抱憂的精神，咁我哋喺讲下一个嘅近况之前，我哋俾 Jacqueline 一啲鼓励嘅说话，同佢打下气啦。哦，鼓励说话嗰啲咩？工作顺利嗰啲，嗰啲系啊，或者拜年嗰啲说话。呢啲其实我哋 miss 咗新年，咁唔紧要嘅，工作顺利。诶，系喎，同大家拜个年啦，都仲系。仲是新年緊的，是啊是啊，未是應該仲是新年緊的。我們一人說一句恭賀說話。好啊，我應該後面已經有一個了。鳳考必過，看不到，有點遠，有點遠了。是不要緊，鳳考必過。哇，這麼低要求的。咁 four four 咁啊 GPL GPL 爆死 GPL 爆死，你逢考必过咁低要求嘅，我系唔怪得知啦，好似呢个嘢黐我喺度，我近排冇乜考运啊，觉得自己因为你成日都嘛，系因为太低要求啦，五十分拍就要 pass 就算。我绝对唔系一个低要求嘅人，我应该即刻撕咗去写。唔系，你下面加个。逢考必过 A， 系啊，我得我得我得，咁就搞掂啦。唔系 A 加，仲要 A 加，哇！你过 A 加，过 A 加，过 A 加，要求零一分。好，我今晚就加咗佢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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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啊，咁我讲啦。我通常咧每次都系讲呢个，因为实在非常之重要。我讲两句咧，因为我觉得佢系两个。一句啫。一句就每人再讲一句，两句，两句就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和出入平安，这两个是息息相关，是一定一定要的，好紧要，系好紧要，系系。O K， 下一个 ，next， 我系祝大家心想事成嘅，呢个系最好嘅，呢个你想。GPA 爆死就爆死，跟住你想嗰啲咩million 中头奖，中头奖，年年都有人祝我心想事成啊！年年都有人祝我心想事成啊！我到而家都未发达啦，好好，好难啊！唔系心想事成，唔系我个个都想做，我想要个男朋友，但系我到而家都冇，好伤心。你太多嘢想啦，因为你而家搭紧两船，你太多。已经有了好，整你整个 timetable， 整个 calendar 出嚟。下一个，我可以讲，我祝大家快乐成兔，因为今年系兔年。啊，好呢个 OK， 开心重要，快乐好重要，切嘅系啊。我而家谂到一个，我要补加一个。又话每人得一个嘅，唔系我只系都讲两个，唔紧要。發奮圖強，發奮圖強，因為這個其實就是我門口黏著的一個揮春，是有我兒孫女的樣子在這裡的。是啊，我看到他好像有 post 過。我年年都黏我兒孫女的揮春上去我自己對門口的。好得意。我代他多謝你，不是說多謝著。是。好，最後一個。好啦，咁我就祝大家笑口常开，呢个都系同佢 Hi 聊嗰个都差唔多嘅，就系开开心心咁就 OK 啦，系咪？系，我都希望大家听我哋嘅节目系会觉得开心。
就算唔开心，起码放松下，系啊。咁我哋使唔使有讲句英文嘅祝福说 ？Happy Jacqueline 啊！咁难英文？唔系，其实我讲嘅系咁咯 ，research 就系咁啦。哦，你讲 back and forth 嘅。Yeah. Trust the process 咯，我只可以讲嘅系，因为我唔系一个 master， 我唔系一个 master 嘅学生，但系我经历过嘅嘢，我明白系有阵时系好气馁嘅，亦都系好烦嘅。即系有阵时或者你个 professor 或者 supervisor 又唔话俾你听系点样做，要你自己搵，搵完之后但系话俾你听你做嘅嘢系错，其实系真系几伤心。但是你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找到个答案，因为我今天见完他之后就觉得啊，好像所有东西都七七八八的了，我准备可以交得我篇 paper 的了。那我就想回回顾之前去年我都跟 Jacqueline 你讲了很多我的 project 的一些 back and forth 的东西，很多大修改啊，即是做好了你拍点知 data 不得，跟成 part drop 了去，即是我觉得是正常，你给自己有点希望咯，要。嗯，多谢你啊。我相信你得嘅，因为好多人，因为我嗰阵时唔得嘅时候，你同我讲放心啦，你一定得噶，放心一定得噶。跟住我每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嘅时候，Jacqueline 都会谂翻系 Jacqueline 同我讲，你一定得噶 ，Hillary。你录句音俾佢，应该你录低，你一定得嘅。跟住佢每次觉得自己好气馁嗰时，就可以播翻出嚟，唔使真人做埋 alarm 啦，不如。不停重复，你一定得嘅，你一定得嘅，你一定得嘅咁。隔篱房白你们。我应该都要整个咁样做 alarm， 因为我每一朝都起唔到身，我嘅紧房亦都系我每一朝做都起唔到身。想我哋录多个俾你，你一定起到身，起到身噶，加油啦！我哋起到啦，起到争少少，争少少，得啦。每个人录一个 version 咧，你礼拜一用，你可能礼拜一用 Jacqueline 个，礼拜二用我嗰个，礼拜三用 Heidi 嗰个咁样，每人一个，可以啊，一个。系咯，咁就英文就系 trust the process。Okay, I know. 系啦，咁你到你 defense 嗰一日，我会出嚟支持你噶啦，所以你一定得嘅。好多谢你，听到。系，多谢。系咯，咁我其实系我呢一句嘢已经卖咗个关子嘅，就系我有机会会出 paper 噶。不过我唔知我唔应该应唔应该喺你一度讲，咁就 touch wood 啦，我都唔想。最后出唔到，一定出到系咪？一定出到。如果一定出到啊，出到嘅话咧，希望大家可以做功课嘅时候咧，筛下我都好啊。可以拉楞我唔拉楞筛唔得噶，要楞到先得，楞唔到帮你唔到。系啊，哇，咁唔紧要嘅，冇问题嘅。你或者搵一日你就觉得无聊，想去揿 citation 筛下我，唔知系咪咁样揿咗一次，跟住嗰个 paper 就会 check 到你俾人筛咗几多次。唔系，你真系要 publish， 然后即系你 publish 出啊。我 publish 咗，我會將佢 publish 個 paper，我 cite 你，咁樣先至可以計到一個嘅，即係唔係學生 cite 你篇 paper？ 唔係啊，我以為好似你 YouTube loop view 數添，睇十秒咁簡單。我都想你，我希望呢段錄音唔好俾啲識聽廣東話嘅咁 research 嘅人聽到。唔緊要，我係著學生嚟嘅，冇問題嘅，不知者不罪，錯能改係啦。好，咁有冇第二个人又想俾啲鼓励说话俾 Jacqueline 啊？除咗你一定得嘅，唔一定俾我嘅，可以俾所有，譬如话你哋经历，你哋将会唔系将会，你啲经历紧 midterm 嘅同学们，鼓励下大家，加油啊 ！midterm 真系一个好短嘅过程嚟噶咋，好快过啊！就系因为过完之后就系 final 咯。翻个都过完就 summer 啦，哇！之后就 KO， 哇！跟住 summer 成啦，跟住啊 summer 开晒啦，跟住系咯，跟住个个读噶嘛，冇下 loop 啦。
summer 我又要翻工又要读书，仲要翻 full time。如果有得翻 full time，OK，又嚟 touch wood 啦。得噶，一定得噶。我做紧成日先核头，佢攞唔攞到笔分定，佢继续请我。咁啊，唉，唔好讲咁多呢啲。咁不过就变咗我系 full time 翻工，part time 翻学，即系我嘅两位男朋友嘅。要先即係應景，我而家飲緊咖啡。你上癮嘅，你即係就係好似酒精，即係酒精上癮咁樣，飲咖啡咁都上癮。我之前發現原來酒精同咖啡其實差唔多，都係同一樣嘢，都係唔好飲，都係唔好飲。你唔會 care 佢咩味咯，你就係想要佢個功效咯，同埋係會上癮咯。你喝咖啡就是想 keep 住你起身，因為你喝酒就是想醉，跟住兩人都是啲人成日狂飲。應該其實所有嘢大量飲都是冇益嘅，少量飲咧係 OK 嘅。你攞佢咖啡因嚟提足精神上堂咧，都係冇問題嘅，唔可以過多。係啦，即係你一日唔好飲太多咯，你瘋狂飲就冇嘢。我唔認同 Austin 嘅講法係。我喝酒精是因為我真的喜歡喝 Cola， 我覺得很好喝。喜歡酒味？我不是喜歡酒味， 我只是喝 Cola。 不是，其實我剛剛上個禮拜喝了很多杯 shot， shot glass 那些我都喜歡喝，因為我覺得挺好喝。我很喜歡酒精的，現在喝咖啡的原因不是因為我要提神，而是因為我很想喝咖啡。我喜歡喝一些，因為我喜歡喝茶和咖啡是因為我可以下 cream，你知唔知呢啲 cream 俾我咯，我就好中意飲噶啦嗰啲。你知唔知呢啲叫咩？呢啲叫上癮啊！呢啲症狀叫上癮。我知啊，我知啊，但係我飲呢兩樣嘢嘅目標都唔係為咗佢嘅功效，而係真係為咗個味覺。因為呢啲因人而異嘅，有啲人攝取功效，有啲人攝取佢味道，係啦。好，咁啊，除咗咖啡。除了酒精的祝福之外，不是一个祝福，因为是一个不是祝福，是远离远离，是啊，睡觉睡好一点。还有什么？我有啊。好，快点。我觉得休息，就是要给自己，就是要懂得停下来休息是很重要的。嗯。因为不可以不停去取自己，就是很容易搞到自己身体。又好差，即系 mental health 又唔会好。咁你之后如果继续想去 continue 去做你想做嘅嘢，你可能都做得唔好咯。所以我觉得休息系你即系你一个喺你呢个 process 去 succeed 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步骤咯。嗯，所以系 OK。我觉得 Heidi 好似叫紧我咧，喺时候休息下，唔可以成日拍拖。系啊。我好似计无止境地不停喺度拍紧拖，工作同埋我嘅读书拍紧拖，系啊。咁我知道 Heidi 嘅意思就系叫我嗱，你即系我系一个好好嘅人品，就系唔休息嘅。咁但系我最近都觉得自己做咗啲嘢令自己放松，就系我 join 咗学校 orchestra 啦。我哋要整个掣出嚟嘅，揿完掣之后有嗰啲欢呼声或者鼓掌嘅声，系啊，入去，可以剪入去，放入制作，跟住就系咯。今日完咗 rehearsal， 今日系我唯一一个我玩 percussion 嘅，跟住我系唯一一个啫。今日，所以我今日比较忙，就负责几个乐器咯。要，我今日喺 UC 见到。有 band 好似系嘛？哦，我同我冇关系啊嗰个。啊 ，OK。系，我觉得个好嘈，咁行咗 UC 觉得好嘈，所以我去咗，我行咗去 engineering 嗰度等巴士。跟住系啊，仲有冇第二啲补充啊？咁多位，Janet 啦，
以你的年資，什麼年資？學生，學生的。不是，我都是想就是跟 Heidi 說的一樣，就是要，就是要作息時間要就是regular 咯，即系你唔好话抢爆嘅，即系你要食嘢，同埋又要休息一下，然之后先至会有即系呢个精神啊，同埋精力去 continue 噶嘛，系咪先？make sense。食嘢好重要，我好多 friend 都成日唔食嘢嘅，一日食一餐，或者可能两日先食一餐嘅。哇，咁夸张嘅，两日先食一餐，两日食一餐嘅，好癫嘅嗰啲人。即系我都觉得，我都觉得几惭愧嘅，就系、是、作为一个营养学嘅学生，将来想做一个注册营养师嘅时候，我系一个会唔食早餐嘅人。因为起唔到身啊！我啱啱先食公仔面，或者系冇落粉先。跟住我亦都系一个就系、是、系咯，又讲翻，我都系就系一个中意同工作同学业拍拖嘅人，我系完全忽略咗食嘢呢一方面。咩同嘅有客呀？你同工作同埋翻学，我希望我听完嗱今个 show 讲完之后，我希望我新年嘅目标就系我会同自己嘅食物拍多啲拖咯。有多只船，系啊，多只船。好啦，咁我哋呢节讲到咁多先啦，我哋去播几首歌。去祝福下大家，咁跟住我哋就翻嚟又有下一节，好，好啊，好，去歌，再见。不哭了，不想了，不想就这么没事，若需要亦不要，没有沧桑的恋爱史，只怕根本我愿意要抚摸过每根刺，要它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琐事当天大事，那样坚持，那样不治，却又似没有结束，不会开始。这次伤心，到下次也应该再有几次。又去一想起某某事，唯一可中意，才来害怕无下次，其实多么讽刺。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手还是罢手，仿佛怕无憾便老得很相似，到下一个会否伤得更精彩？不会得到最爱，最多只有紧爱。这么反复比较，继续重复到未来，才明白爱情是我和自己的竞赛。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不
不想找到你，就像前度在一起，期待想追着下一位的你，至少将漫步送用的别离，就算一说起记起，别再和前度比美，若薄薄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首还是白首，仿佛怕麻木变老得很快，不想哭笑纯熟得这么快。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种子在发芽，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天下归吧，能预算期望吗？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桠，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终于再发芽，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天下归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创伤，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配将彩虹云雾里寻觅。Oh just carry on， 你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你继续力拼，你继续拼出路径。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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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just carry on， 你我就拼出这花海，让我躺下一起各自进化。知道
需相信，继续沉默，努力种花。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杀种吧。Hello。Hello. Hello, 欢迎回来 CFRU 93.3FM 中文广播啦。咁头先又播咗几首歌嘅，播咗啲咩呢？首先我哋播咗林家谦嘅《下一位前度》，有关因为我太多男朋友啦，而家系啦。咁其实我都几期待会有下一位前度出现嘅。咁跟住另一首咧。都是林家謙的 Just Carry On， 那我們就希望這首歌可以令大家繼續努力去生活啦， Take it easy 啦，這首歌我們點給你的 Jacqueline、是的，那講下今天天氣啦，大家覺得今天是不是你來了加拿大最冷的一天啊，還是你覺得還可以啊，沒你想像中那麼冷啊，講一些经历嚟听下，因为咧，我今日出去咧，因为知道冻啊嘛，知道特别冻啊嘛，所以着多一件衫啦。咁所以就唔系觉得真系特别冻咯，即系同平时可能冻少少，但系唔系真系讲到咁夸张咁。Winter factor 几多度？系咪-30？唔系，佢系-23、-24，但系 feel like -29、-30咯。系咯。就不是泰國那麼冷咯，我覺得 我明白你說什麼，因為我本身都打算會再冷一點，即會再一些手指或者塊面會再比一些東西，但是我又覺得未至於那麼誇張，即我今天沒有戴手襪我都覺得 OK 咯，但反而我覺得前日我沒有戴手襪是反而糟糕，因為大風，我覺得今天不算很大風，所以可能沒有那麼冷。我和你是相反，我是雖然我都 agree 冇咁大風真係好好多，同埋有太陽會暖翻少少。但我今天是冇戴，一開始冇戴手襪啦。我是過咗兩分鐘之後，我 feel 到隻手指勁痛啦，係即係有啲三袋咁樣。係，我都係插咗三袋咁樣。之後跟住就戴翻隻手襪咯，跟住要過翻五分鐘，我先 feel 翻啲手指。咁恐怖！真係開心啊！我唔中意呢啲咁嘅天氣，好煩。即係好似戴手襪，我只可以永遠戴一隻，咁啊另一隻我要攞嚟篤電話。喺手機中毒嘅呢啲人，呢唔知啦。我永遠或者呢隻手要靈活，因為呢隻手要抄巴士，要抄學生證搭巴士，唔係我會俾個巴士司機秒。係係。或者你拍埋佢就得㗎。即系拍埋佢，唔得先算啦。佢都由你走噶啦，你拍埋佢唔得，佢都由你走啦。咁又系嘅，咁系啊。我哋呢度啲巴士司机好 nice 嘅，咁跟住除咗成日迟到之外，系啊，系冇办法啦，系。或者我迟出门口嗰阵时，佢就早到咯。Exactly， 系系啊，我琴日就系我迟咗两分钟出门口嘅巴士走咗。跟住準時到，跟住要行去另一個巴士站搭車學校，跟住搭，跟住遲咗15分鐘。陰公啊，真係！你嗰、那個你住嗰個係咪得一兩架巴士？得一架就係30分鐘入班咯，15號啊，係。十五啫嘛。好。我哋點吸引我哋個係喎？佢仲未自我介紹。係喎。係喎，你要介紹翻自己，你唔需要講你個朵，但係你要講翻你。即是说他有躲的，但他不说的。你要说咯，因为要多了个人在那里，人不知道你是谁。好好好，我叫 Michael 啦，今年 second year， 是读爆 cam 的。是的，我是还有是个 club 的什么 Vice President。是啊是啊，副主席啊，真的。那跟着唔係，我哋講到邊？我哋講到話戴手襪搭巴士，係啦，巴士會遲到，咁係正常嘅。你唔知點解巴士成日都遲嘅，因為太多學生啊。但係我覺得今日啲巴士快咗，咁可能少咗人翻學啦。通常唔係開社咩？
多啲人搭巴士嘅，即係係嗰啲人開始走堂啊。係啊，啲人咪開始走堂咯，都 week four 啦，下禮拜都 week five 咯，之後有 reading week 啦，已經過咗一半咗個 sem， 啲人已經開始走緊堂啦。第一個 sem 第一個禮拜最多人噶嘛。係第一個禮拜係我要等三架巴士，即係我住嗰個位都要等三架巴士。喂，你九十九嚟，你啲住單坎嘅人，梗係多巴士啦，巴士都去到學校啊嘛，但係都要等三架。嗱，呢個係一個 trade off 嚟嘅，即係 Osprey 就係好似同我一樣，可能就係得某一兩架巴士係經過我哋期嘅，跟住走咗就係咁噶啦。但係 Michael 嘅 choice 係佢有好多架巴士，但係佢都係近總站，咁所以咧佢基本上係好多巴士都上唔到嘅，所以其實係一個 trade off 嚟嘅。但是我寧願我是住在他的頭度，因為會多啲巴士，我喜歡去哪裡就去到哪裡。那 anyway 啦，那其實最後邊個是有翻學的呢？今天我今天沒有堂，本身所以沒有翻學，很開心在那張被裡面。我本身有堂，有兩堂的，但是他不知道，就是我本身十點半有堂的，但是他八點不知九的話沒 lecture， 根本沒有 lecture， 但沒有 reason。 這麼好？Professor 喺冬眠，老人家骨头痛。第二个就比较惨啲啊，嗰个 prof 嘅屋企人就系啊走咗啊，听我个 friend 讲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冇 class 咯，只可以睇 recording， 所以我今日系冇堂。啊，但系你今日有翻去，因为有打波嘅。系啊。嗯，哇，今日好冻咯，你打完波之后。都唔系嘅，你打完波嗰下好暖。唔系你嗰下好暖咯，跟住你啲汗，即系好彩我唔系大汗嘅啫。如果我大汗嘅话，咁就好冻。你湿晒啊嘛，咁你出去咁咪会打散换嘅。好彩，因为我唔系大汗嗰啲人。OK，咁啊 ，Janet 咧，你今日翻工如何？我今日系放假 day， my day off is today。Yeah. 但系我哋听日星期六要翻工，听日好冻啊，听日都好冻啊。你听日系翻几多点啊？咁啊，朝早。翻朝早啊，七点半到两点咯。我听讲你要五点半起身。系啊，因为由我屋企走到去都要差唔多就嚟半个钟，但系我朝早起身咧，准备咧系好慢嘅，因为我系未醒晒。正常。嗯。都系预多少少时间，我都想食啲嘢。咁你都同我一樣啦，冇食早餐啊？多數都係冇啊。其實呢度有邊個係會有食早餐嘅？我想知道。你 to go 即係我一路行一路食嗰啲 granola bar 或者嗰啲水果，你計唔計早餐先？係啊，即係有你朝早起身，你有食過嘢，即係你唔係等到晏晝先食嘢嗰啲。我有食過嘢啊，有咯咁。咩啊？齋包白麵包。我食蕉。哦、或者 granola bar， 我觉得我是时候要改变一下，作为一个营养学的学生都是那句，我都是接受不到自己的饮食习惯。不要紧啦，不要紧，很多医生都要酗酒的，没问题。你职业和生活分开，可以分开的。你这么喜欢讲酒的？没有，那这个例子就是依据了。是，能医不治医啊，你就是想说的。系啊，系啊，反差最大咯。我今日本身其实唔需要翻 campus 嘅，不过我 supervisor 叫佢今日喺 campus， 跟住叫我见佢，咁我就喺佢 office 嗰度坐咗一个半钟咯，就 go through 自己 research 啲嘢啦。咁几好嘅，因为佢第一次坐低同我倾咁耐，咁。開心的，即起碼我現在知道個 project 怎樣做，但是如果不是我基本上都不用怎樣上學的。啊，同埋我 join， 因為 join 了 orchestra， 所以我要三點幾要回學校 practice 到六點鐘才走得。那我覺得夜晚是凍過今朝早的，其實。冇太陽啊嘛，係嘛？可能係啊，暖氣合理。係啊，但我覺得其實今日天氣凍。佢冇落大雪係一件好事，因為我記得上個禮拜三我哋落咗場好大嘅雪啦，係啊，好跣啦個地下，係好跣，我係好好小心，要小心唔好死滑，
系要小心地滑，真系笑，好好口笑。系啊，我要个 friend 车我翻屋企咯，啲巴士全部都系真系延误晒啦，跟住，跟住我 friend 停车场架车，跟住系已经佢泊咗一个钟，已经成架车都蚀啦，咁恐怖。上个礼拜我就知啲巴士好全部迟咯，本身应该。我五点钟去翻屋企嘅，坐五点钟车喺学校开，但系嗰架巴士好似迟咗二十几分钟先嚟咯，所以啊，路面上唔乐观啦、啊。上个礼拜咁，系咯、啊，我觉得挨埋听日最冻嗰一日，跟住暂时下个礼拜都几好嘅，几暖嘅，因为都系零度以上，咁我就觉得都暖咗好多啦，咁我都好开心。系，但系呢啲比较出嚟嘅啫，系咪？因为你今过今日嘅冻，你先觉得下个星期会暖翻啲。系啊，即系半比我比嘅话，咁零度零即系零度四度，咁一定系冻噶啦。咁如果我攞香港嚟比嘅话，咁但系可能我哋而家已经惯咗系负十啊、负九啊呢啲时候，你攞四度嚟比，你会觉得四度系暖咗啲。即系拣，如果系零度，我或者负一度落雪，落好大雪，定系好似今日咁？落雪，我会落，我宁愿落雪咯，宁愿落雪，因为落雪其实系烦，但系我觉得几开心，几浪漫啦、啊，同埋唔系，其实落雪唔系咩大问题咯，其实风先系最烦，唔系白痴，个 campus 系一个设计好白痴，行去即系你 UC 行去 Animal Science 嗰度咧，嗰条巷咧，中间系即系啲风系入晒中间，因为两边系好高嘅 building 嘅。跟住啲風就入曬中間咧，跟住中間就好大風咯，極白痴。Exactly 呢個就我今日嗰個唔知邊個設計嘅，同埋圖書館都係咯，即係如果我係去完圖書館啦，我要兜曬一個圈先行得翻。嗰個弱智啊！圖書館嗰個新門口又弱智，點解唔夠翻上？我中意圖書館個新門口，我唔明點解佢唔開放翻個舊門口咯，要兜一大個圈先可以去翻，跟住坐巴士走。根本冇人会喺靓嗰边行过去图书馆咯，一定系即系巴士站 U C 嗰边行过去。系啊系啊，所以我系好唔中意呢个图书馆门口。我希望呢度有人系有，我想讲咩咧？我希望呢一度有人系识听广东话，即系我哋嘅观众，佢亦都喺 library 度做，可以同我哋。我哋好多人都好唔中意图书馆嘅新门口。佢反映翻，咁整佢新門口嘅時候，佢有冇即係查即係諮詢嗰啲學生嘅意見？冇啦，好明顯。Oh my god， 咁唔得㗎！佢應該有 survey 啦，佢應該要出 survey。你真係知冇？真係，我覺得喂，要有咁佢就算有，佢都係聽唔聽呢個學生意見啊？系啊，冇嘢啦。咁啊，即系嗰啲，你嗰啲暗似某啲政府咁样。最好冇脑啊！最好冇脑啊！系啊，系啊，冇嘢。我哋呢啲我哋唔方便参与呢啲。吹下水啫，吹下水噶啫。吹下水啫，我哋唔希望发生啲咩事嘅。冇。但系我就系觉得。我唔明點解唔開多個門口咯。其實我知道你整多個新嘅門口係靚啲嘅。我就唔明點解拆咗本身個門口。唔係佢唔係拆咗咯，佢就係寫咩 exit only 定乜鬼嘢咩，唔俾入噶咯。Emergency 係 emergency。其實佢應該開曬兩個，咁咪分流人咯。係咯，咁樣唔係更加 efficient 咩？佢而家咁樣嗰個佢嗰個位係仲要係唔順路嘅。係啊。Exactly 啊！佢本身个位都唔顺路噶，不过佢个位仲要兜过，因为如果兜过去嗰位真系唔知想点。我想问究竟呢度有边个系成日会去 library 嘅先？我其实唔系成日去，我唔会去。咁你俾咁多意见，间唔中去，太意见啫。我就谂紧，你应该唔系成日去 library 嘅，所以我就问你条问题，你应该系过到俾下意见啫，自由讨论。有问题嘅提出，有问题嘅提出。系啊，咁我其实都唔系成日去，我有阵时会去啦，但系我通常都系翻到 office 做嘢就算嘅，因为方便啲，我觉得，因为同埋太多人啦，我觉得图书馆。系咯，咁我哋
又讲啦，图书馆，我哋系讲咩？落大雪系啦，咁其实我都系中意落大雪，无论如何，因为我都系觉得落雪好玩啲。系啦，揸车咪唔系好好玩咯。即系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三我争啲炒咗车。Oh、my God！ 发生咩事啊？你讲下你。唔系，因为我我即系我惯咗停嗰阵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唔好嘅习惯，一个错误示范嚟嘅。但系因为我惯咗停咧，就唔会话停好远。我比较贴嘅。哦。咁咧，咁嗰日有线啊嘛，佢又落紧雪又成。咁咧，我一踩个 brake 咧，嗰、那个 ABS。就 activate 緊啦，係啦，咁我就 feel 到我係停唔到嘅，嗰個距離我係停唔到嘅，我係一定會撞埋去嘅。不過即係我睄一睄我左手邊嗰個 lane 見到冇人，咁我轉咗入去咯。OK， 係即係避開咗個車嘅，但係我冇避嘅話就炒咗噶啦。好驚真係，冇事嘅呢啲。玩碰碰車咧，大炒就會上新聞嘅。我好驚，我想到而家都仲未仲未開始學車，就因為我驚會炒車。唔係你當玩碰碰車咯。咁又唔係咁好。唔係啊嘛，你碰係要你碰車，你翻嚟碰個要。唔得咯，呢樣兩樣嘢嚟喎。你喺架車度著曬啲氣墊喺個身度咯，著到成個米芝蓮咁樣，你咪唔驚咯？戴曬頭盔嘅。唔系呢啲，即系你唔系特登撞落去咁就唔系好大镬嘅 ，OK 嘅。但系碰碰车系特登撞嘅，碰碰车。我而家唔系叫你，即系如果你真系撞咗，咁就当碰碰车啫。但系即系你唔好特登去撞咯。乐观啊，你咁谂。好啦，我哋希望咁多位无论系落雪、天气冻都好，都小心地滑同。小心揸車，係跑車。呢個我哋嘅忠告，同埋聽完我哋榮譽顧問嘅故事之後，就希望大家停車預翻唔知幾多釐米嘅距離，預翻幾多個車位，點都多。記得要好似要300米啊嘛，即係點都要留翻一個車位咯。但係我平時留半個咁，重視翻。你點樣可以睇得出係300米嘅？你都 I measure 300米嘅，其實你係揸緊車嘅，真係。你一個注意路面情況嘅。你留一個車位，你係你個視線，你會見到，即係如果真係留咗個車位，你會見到你你個依、這個嗰、那個叫咩？那個車頭嗰、那個你自己車頭個位係會差唔多係佢個車尾嗰度 align 咯。咁如果你再有入邊有 gap 嘅話，即係代表你係多過個車一個車位咯，所以係安全嘅。即係如果你已經見唔到佢個轆嘅話咧，咁你真係就近啦，係啊。跟住大家學車嘅時候係會教嘅，所以唔使擔心。係，同埋下車就要一定要停。會唔會好快學車啊？呢度冇。你全場一片安靜。你會唔會學車啊？問你短期內。应该唔会，因为我都唔出省，唔出城，都唔出。唔出省，但系你就算唔出关，你冇架车都系去边度？系啊，即系我嘅，我嘅巴士啊嘛。嗱，我可以好坦白同你讲咧，我嘅哥系喺我毕业之前点都要考到个 G 牌，系我就喺呢一度。G 牌 ？B two？G 牌啊，喺我毕业之前 G 牌。但你要等噶喎，你如果考完 G 牌，等得接近，有可能可以噶，佢。应该可以。Master 毕业咧 ，Bachelor 毕业。冇嘢，继续。我好似觉得有啲 Master 嗰啲，好似就紧我 fail 定唔知乜嘢 Master。冇错，唔系你唔系排好耐噶，好似排一年咁样噶。唔系因为如果因为其实我今个二月应该可以考车噶啦，不过我冇学车啫嘛，我旧年二月攞 G1 啊嘛。嗯哼。咁我即系今年。今年二月應該可以考啦，係車就咁，我學咗車去考，考完之後等一年，嗱，即係我希望一 tick pass 啊，唔一 tick pass 應該都唔會 tick 好多 tick 先 pass 嘅，我諗我自己，咁咪等一年咯，咁我應該 fourth year、fifth year 應該都考到，因為我讀多年啊嘛。係，同埋但係如果你係揾啲即係教車嗰啲學校，你去即係揾 instructor 教你咧，你係唔使等一年。等八個月啊，係喎，係咯，係咯，咁所以係咯，點解會覺得我要 master 先考到？
咁又唔一定嘅，系咪？我 master 可能都唔喺 Guelph， 我觉得我 master 未必会喺 Guelph， 不过唔紧要嘅，呢、這个唔系一个最主要嘅问题。咁我都想讲嘅系，我都系好中意搭巴士嘅人嚟嘅，即系咁我都好怕炒车，所以我一直都唔敢学车。但系好现实地讲，你加拿大你冇车等于跛咗只脚。我妈咁讲嘅。系啊，咁其实你点都攞咗个牌喺身，你冇车唔紧要，但系你有个牌喺身咯。因为好多份工，将来你毕咗啲工，好多要都要你有 G 牌。你冇车唔紧要，但系你又有 G 牌咯。系啊，咁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我会当呢一个系 part of 一个同工作上有关嘅嘢。系啊，即系同我另一个男朋友有关嘅嘢嚟嘅，系完全同我个人。做个男朋友去学车，系啊，你为咗个男朋友去学车 ，OK 嘅。系啊，咁所以我都建议另外呢两，另外我哋 club 嘅两位男士嚟尽快考车牌啊，如果可以。唔使尽快嘅，学咯，学咗先都冇坏嘅，如果得闲嘅话。冇啊，唔知下年点，下年。可能 study abroad 咯，所以不時係咪可以 online 考？即係我個人唔喺加拿大度 online 考，即係唔得㗎，你要去 in person。係啊，咁冇啦，我唔知英國，咁就冇啦，下年考唔到啦，咁要 4B 啊。咁 Michael 咧，你都係覺得你唔會去考住？冇呢個打算咯，不過。其实而家系 Guelph， 我哋都俾咗 bus pass， 所以都系 O K。系我讲真，我考完都冇谂住喺 Guelph 度揸车，我就系为咗考而考，即系有个牌喺身。嗯哼，随时有得用就用咁解咯。系去 road trip， 私家 road trip。系咯，不过我对自己揸车就真冇乜信心嘅，即系我同我啲 friend 玩 Mario Kart。佢係咁同我講嘢，我本身攞第一名嘅，佢哋瘋狂同我講嘢，跟住我係咁轉錯彎啦，係咁抽皮啦，現場又撞啦，跟住我啲 friend 就話：，話喂，第時咧我哋唔好坐佢車，一同佢就死啊！我 friend 都係咁講，唔使你現實，你現實冇招皮嘅，唔使驚，現實冇龜殼，你現實撞龜殼咧，你現實撞龜殼好大鑊嘅。Okay. Anyway， 我現實上我只係驚自己明明係信信，因為我係咁調轉咗方向咋，呢個先至最恐怖啊！即係你想向左轉，你轉咗右？唔係啊，佢係咁嗰啲，你知嗰啲 Mario Kart 嗰啲場係好突然之間係急。喂，大佬 Mario Kart 你唔會漂移㗎？你現實上都試唔到㗎喎。咁係現實上加拿大應該都唔會有呢啲咁嘅場，香港就唔會。你唔會有個髮夾彎喺度咁嘥嘅，你唔係啊？但我想講，你都係嗰個 controller 啫，你唔係嗰個踏盤啊嘛。你話你踏盤咁，因為我係玩 switch 係難。系啊 ，switch 系难揸啲嘅，我觉得，因为好似你捉嗰粒箍，我唔记得咗。系啊，唔系啊 ，motion control。我玩 Wii 系咁样玩嘅，我以前玩系，我玩 Wii 玩 Mario Kart 系好中意揾啲 shortcut 咧，即系呢个你如果冲落去会跌落街嘅，但系如果你就啱角度，你会一夜铲咗落去下面 cut 短咗咯。但系现实上我一定唔会做啲咁嘅嘢咯。咁我亦都系去坐反方向，跟住嗰只龟系咁叫你诶调翻转头咁样。咁现实揸车就唔会有只龟要我调翻转头，系。咁希望大家，诶希望大家之后一日会坐到我车啦，系啊。我哋都要点样？系我哋亦都要恭喜我哋其中一位成员最近考到 G2。系啊。我哋真系要加翻个拍手声效，系啊系啊，诶后制加翻个拍手声效，冇错。好，咁我哋好啦，我哋呢节就讲咁多先啦，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再同大家倾下香港嘅新闻，近排有啲乜嘢发生。好，阵间转头见。Bye. 好啊，拜拜，许哥。
天想我善良，良善末人问为何走到人间，赞颂公道，但恶霸个个当街舞蹈，是我期待人没仇报，天台追讨，活得不好，亦倒不倒，誓与坏人们斗智才入土。你话变坏更易保，万劫难道有用？起码今晚输太的入睡，无惧打风行雷，和行路会滑倒。全个世界都有地板，别不小心碰少一眼，若水一滩，分辨到中间，毁开的总会有晚塔中落地像碎蛋，终虽会慢，时辰未到底，终有一关，叫好人们明白到好人们无力撑，都有业力如大手在暗中的撑。要大病又能避吗？如果爱下一代，愿报应看中只得你吧。别似幸运来一雷劈，穿越天花，什么的种，什么的卦，自作业回流，你能拦路吗？听父母话宇宙的报应从未作罢，不要讲我知道黑共白，人类基本定律原来是个谎话。全个世界都有地板，别不小心望少一眼，若水一滩，分辨到中间，围开的总会有晚达中落地像碎蛋，终虽会慢，时辰未到底，终有太毒太远太凶猛，只盼黑心可壮胆，善良奋力才让撒旦来临，狂难用爱无Hello， 好，欢迎嚟到呢个 CFRU 93.3 FM 中文广播啦。咁我哋啱啱播咗《小心地滑》。好，咁我哋呢节要讨论啲乜嘢啊？好，咁呢节咧讨论呢个比较沉重嘅 topic 啦，就系呢个有个27岁嘅女人喺英国嗰度啦。就因為唔夠錢俾租，就輕生就死咗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咩意見咧？咁呢個一定係一件好傷心嘅事啦，因為近排都好多人移民，咁都知道，即係去到一個地方要再適應過已經好難，再加上可能揾工去揾
揾工係難，你又揾唔到錢去繼續你嘅生活嘅時候，咁我明白面對嘅壓力係好大咯。所以我對呢篇新聞就真係見到有啲傷心。同埋我哋嘅處境好似，即係我哋學生，我哋仲有學生，所以仲有阿爸阿媽咁樣，即係叫做供養我哋。但佢係27歲，咁應該係出咗社會做嘢噶啦。咁係佢要自給自足，又要揾工，跟住又要俾房租，跟住又要我唔知啦，可能水電煤嗰啲啦。咁可能嗰個處境所面對壓力係，我諗一定係比我哋學生係大啲嘅。是其他人有什么看法？就是我觉得就不要看笑，就是转新环境去生活 的影响。就是你转一个新环境，你又你什么人都不识，跟着你天气又不同，跟着你做的地方 又不一样。跟住你語言，即係你嘅 first language 又唔同，咁你如果每樣嘢都有啲挫折嘅話，你加埋咧就會好大壓力咯。跟住同埋你，因為你佢去呢個英國，佢係做啲女佢係做呢、這個human。Terrain worker 即係嗰啲社工之類嘅嘢啊，咁佢可能即係佢喺香港可能做呢方面嘢，佢會可能高人工啲嘅，但係佢去到英國，佢可能要從低做起嘅，跟住人工冇咁高咗 ，afford 唔到啲即係同香港一樣嘅即係生活水平啊，即係你可能香港有得餐餐出去食嘅，咁你英國你。在英國就你出去食又貴啲，跟住你人工又冇咁高，你好難維持到一種生活方式啊。跟住你住屋嘅係你喺香港可能係有間即係幾百尺嘅，即係有500尺、600尺嘅屋住嘅。但你去到英國，你要維持到呢、這個即係維持到呢種生活水平，你可能你人工相對要高啲，因為啲租金都係。即係英國啲租金都唔算平啊。嗯。咁你 ，sorry， 你繼續。唔好，你講。我想問佢喺英國都係做社工咯。係。啊，咁因為我知道社工咧係，即係通常係聽人哋嗰啲，即係嗰啲唔開心嘅嘢喎，係嘛？咁，嗯哼，我會覺得即係佢要做一個。夾硬做一個開解人的角色，但其實自己又不是很開心咧。同埋人哋嗰啲負能量，其實可能會導致自己，即係會傳染俾自己噶嘛。呢個都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令到佢選擇輕生。係。呢、這個好同我最近讀嘅 course 好 relatable， 因為我而家讀緊一個叫做 communication counseling skills 嘅 course， 係。教你怎樣做一個社工，那的確是的，即我們也要學怎樣要 set boundary， 怎樣也不要太被你的客人，不是你的客人，即是你的 client， 你的病人影響到你自己的情緒，但同時你也要學會怎樣 show 到你的 empathy， 其實是一件挺難的事的，我覺得，即那個 boundary 其實都很容易會踩過。即係你而家你都好難，就算你而家讀書，你都好難將學業同埋你平時，即係你平時玩起生活抽離啊。咁你工作你都，我覺得我相信會更加難去抽離咯，即係相比學業，所以係好容易，即係好容易被人影響到。咁大家覺得，如果有同類型面對緊同一個問題，我哋應該可以點樣？俾到啲咩意見佢哋可以解決咧，或者我覺得如果令到佢哋冇興趣，好老土咁講嘅，我覺得可以揾自己最親嘅人咯，即係朋友又好，親人又好，男女朋友又好，
我覺得揾佢哋講下，即係發泄下自己情緒，等最少自己冇谷住嗰個情緒。嗯嗯，係咯。然後第二步就我未諗到住，其他人點諗？Jacqueline 咧，我覺得抒發情緒要揾一個，即係除咗可以同人講之後，可能做一啲。第二啲自己中意嘅活动去分散下自己嘅注意力，等自己唔好喺嗰个咁嘅 emotion 入边，即系做一啲自己系如果有一啲兴趣嘅，系啊，我觉得都啱嘅，即系揾啲自己兴趣或者擅长做嘅，令自己都睇到发掘到自己有另一面长处，即系我要做啲运动咯，即系我唔理咩运动，因为研究讲过话咩运动会 release 啲咩啊，我唔记得咗个安多芬咧，系好似安多芬之类嘅乜嘢啦，就令到人开心啲。系啊，系啊，正能量 ，endorphin 啊，同埋即系除咗运动之外，我有一个唔做运动嘅人啦，但系我觉得近排，我觉得呢两年嚟，我有个喜好听多咗广东歌。即係對於我嚟講，我中意聽廣東歌，係因為我中意聽佢啲歌詞，我覺得啲歌詞好鼓勵性嘅，有大部分嘅歌。咁真係咩？但係啊，叫我咧，有大部分都唔係嘅，有啲都好虐心嘅啲歌詞，但係有啲我覺得我係中意聽佢啲歌咯。咁令我覺得有啲動力去繼續做好自己手頭上嘅嘢。不過不能否認嘅，如果你聽一啲例子。比較勵志的歌咧，你係會舒服啲咯，個心情，即係你會鼓舞啲咯。冇呢啲，其實都其實好睇人嘅。有啲人聽完嗰啲好鼓舞性嘅歌啊，或者你可能睇，我唔知你睇劇啊，睇動畫又好，跟住睇到啲人，哇！佢哋生活得好好、啊、喎，就係佢歌詞講到好好，跟住你就會攞嚟比較，跟住你就會覺得啊，點解我咁慘嘅咁樣？都系更加低落，同埋你起码，诶，你继续讲，继续你讲，我讲，好，系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揾到，即系要揾到自己属于自己嘅纾解方式咯，即系冇，即系可能我可能系做运动啦，去减下压啦，你可能去我唔知画画啊、听歌啊去减压啦，咁每个人嗰个纾解方式都唔同，即系我又觉得唔可以，就用同一個方式去舒解壓力。我覺得舒解壓力一個揾方法舒解壓力係一個好長，好一個漫長嘅路，要去試自己中意啲乜嘢。有機會可能你聽你個人嘅意見咧，我哋覺得做運動其實反而係比你更加大力。即係好多人都叫我要喐多啲做運動，但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唔中意做運動，我都覺得做運動好辛苦。咁所以就。就會中意啲靜態啲嘅運動咯，即係活動咯。咁我同埋啱啱我覺得 Austin 講嘅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我亦都覺得其實而家嘅 social media 都好 toxic 嘅有陣時，即係你睇到好多你身邊 friend 嘅一啲美好嘅生活嘅時候，即係人永遠都係睇到另一個人嘅好嘅一面，但你唔會睇到一個人。嘅唔好嘅一面，即係佢哋辛苦嘅一面咁樣。因為我哋就算我哋 po 上出 social media， 你都好少會 po。你好少放負啦，最少 main account 你好少放負啦。好多而家好多人咪去韓國啊、日本旅行，跟住你而家咁凍，而家出邊負卅度，你喺屋企你有冇退？唔係咁，唔係個 social media 咁 toxic 嘅，我覺得係嘅心態好。是即係好自然會同人比較，即係就算我諗，就算幾堅強，即係精神力有幾好嘅人都好，都難得免都有低潮啊，會同人比較嗰個時間咯，即係嗰時候咯。但係我哋要點樣做嗰、那個，即係點樣去應對嗰個時候咧？就係一個問題咯，因為每個人都唔同啊嘛。啱啊，啱啊，呢個係。咁你哋會點樣去？應對那個難關，我覺得其實人生流流長，不需要急住要覺得自己，譬如話有依一個，即係可能大家心裡面對緊某一啲
情緒嘅時候，你唔使 rush 自己去而家要解決佢，你真係慢慢嚟。即係譬如話，好似 Hilary 啱講啦，每個人可以其實試多啲嘢，因為你未必揾到自己，未必即刻揾到自己一個啱自己嘅方法。咁你慢慢試，其實唔使急咯，真係。同埋，我覺得 based on 我舊年所經歷嘅事，人是很容易有很多不同的情绪的，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都 我觉得我们由细到大都没有很好学习怎样去处理自己一下的情绪，所以到有些东西是积埋积埋的时候，你顶不上你就会一次过爆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去了一个谷底的状况。那我觉得即是我去年的 approach 是的，的确家里发生很多事我都沉了很久，但是即你问我到现在我是不是很反受，会说不是，甚至我觉得可能自己还是有机会是差过去年，因为我去年年尾采取的方法是我不想想太多，所以我就会令自己很忙，宁愿即翻多些工，就是那个人不断读书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就变了自己就是就觉得没有这个时间去想太多不开心的，可能会反而令自己开心一点。但其实到了我今年这个社我就觉得反而可能一到了，即是例如刚刚开学我没有太多事做的，即是个人是停了的，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废啊，退步了啊，跟着又好像多了很多时间去想些不开心的事啊。咁我覺得其實係咁，有一啲咁嘅事發生係因為我舊年冇好好咁樣處理過自己嘅情緒，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好似啱啱我哋啱啱一開頭都同大家講要休息啊，俾啲時間自己靜落嚟。其實係即係我都係講翻呢個 point， 就係有陣時我哋要有啲時間去要了解一下自己其實諗緊啲乜嘢，同埋自己想咁最想要嘅係乜嘢咯。即係你。今年那個做法就是，是啊，就是想清楚，就是要給少少時間自己靜下來，就是好像我上兩個星期我 drop 了個 course， 那我現在覺得個人是輕鬆一點，那我才因為這樣我有時間現在 join 了 orchestra， 因為 orchestra 每個星期都要練要 practice 的幾個鐘，那我反而覺得挺好啊，你 join 其他活動，是啊，即我現在是我上個星期覺得 我都是因為 club day 有人拉小提琴我覺得很好聽，我走過去問他們這個什麼，我不是那個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住之後我佢話我哋係 orchestra 嚟嘅，你識唔識玩？我話我玩開 percussion 嘅，以前小學即係考勁我。跟住話我哋有啊，你有興趣你哋 sign up 啦。咁跟住我 sign up 咗之後，上個禮拜個 conductor email 我話啊，我哋需要人去玩 percussion 啦。聽日我哋有 rehearsal， 你不如過嚟 join 我哋啦咁樣。跟住我就因為平時佢哋應該要 audition 嘅，但我諗佢哋應該唔夠人，所以佢哋咩人都受咯。咁我就上個禮拜試下睇下自己夠唔夠 level 去玩，因為都好耐冇玩過啦。咁又覺得誒幾好玩喎，都慢慢 pick up 到。咁我覺得啊係一個幾好嘅活動，即係又唔覺得有壓力啊。同埋 percussion 其實冇乜冇得練，我唔會話翻屋企要 schedule 多時間練，我都係到時睇譜咁樣打翻出嚟啫嘛。咁我覺得。是挺輕鬆的，我會覺得個生活現在的生活是有樣東西令我覺得 look forward to， 不是只是上班或者讀書上的東西，沒那麼悶了。那我就在想會不會這個 approach 是我今年上會用會好一點，好過去年咯。哇， 你呢玩這些課活動呢，你會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后你会不会你会没那么 focus 在自己的负面情绪咯，跟着时间一久了，你那个情绪会慢慢这样淡。是啊，我好奇问的，你去那个叫什么 ?Orchestra?Orchestra。你不会，你去之前会不会有种兴奋的感觉？有啊，絕對有啦！我已經期待緊下個禮拜，即係我已經期待緊下個禮拜又有得 rehearsal 啊！因為真係好聽嘅，你有咁多種唔同樂器一齊演奏嘅時候，你亦都有得
是其中一份子的时候，其实是开心咯。那我想应该这一个是你对打波的期待咯。我是前不是前一日的，就是那个朝，因为通常我打波是夜晚的嘛。我那个朝头早已经兴奋到兴奋到去夜晚了。通常呢这个我晒出来，这个我晒出来下一个话题。通常呢我越兴奋呢，即是越期望越高呢，个心望越大。哦，咁即系个声，因为对面咧，我唔系好想咁讲，但系对面咧，嗰啲人咧，唔系个即系咩人都有啊嘛，个 job 咩人都有，咩技术人都有啊嘛，所以系我有时系匹到啲唔同技术人咧，咁嗰个娱乐性就冇咁高咯，系啊，呢度晒出一下。咁 Austin 咧，你喺嗰个难关嗰阵咧，你会点样处理？系讲翻嚟个 orchestra 嗰度咧，其实 orchestra 我系小学我中学都系有 jazz band 同埋 concert band， 我都系 percussion 同埋我系鼓手嚟嘅。Nice。但系咧，我小学咧，即系 concert band 就好啲嘅，即系 orchestra 类嘅就好少少嘅，都冇咁紧张嘅。但系咧 jazz band 咧，即系打鼓得一条友。咁你啲鼓你出彩好容易發現，你立別，因為你 rush 或者你跌棍，我試過即係 final rehearsal 跌棍，超驚。我今日係唯一一個玩 percussion 嘅人，所以我今日好忙，我玩咗幾個樂器咯，同一時間要。但我係咁打錯嘅，我知道，但係個 conductor 唔會話我，因為佢應該都知我仲。學緊睇譜，因為好難睇嘅啲譜，好難數嘅。跟住嗰啲要 xylophone 識廿五個 bar， 跟住你要自己數咯。跟住我咁係咁睇塊盤，跟住數，跟住係啊，係時候要入啦。跟住你要係咁敲，跟住你要驚自己，因為好大聲咯，你會驚自己敲錯。但我又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壓力咯，即係我今日去唔會話覺得驚啊，唔想去。我反而咁係就係咁諗，哇，又有得去練啦，好開心啊咁樣。我覺得呢樣嘢我都係喺我哋嘅 Vice Press 度學翻嚟嘅，係因為我近排好中意睇佢打波，我就諗緊點解佢會咁中意，即係我覺得一個人有一個興趣、有個嗜好係一件好事，但我就覺得自己嚟咗加拿大，我係冇咗好多自己嘅嗜好，因為我以前喺香港係玩 drum 啊、玩 choir 啊。玩好多唔同樂器，但係我嚟咗加拿大，我全部停曬，但係轉曬做讀書同埋翻工。咁佢上次就話佢打波打好多波，咁我咪睇下佢打波。咁我就覺得其實我都應該要揾自己一啲嗜好去做咯。我覺得如果係想即係令自己個心情好啲咧，可能要真係揾一個良好嘅嗜好啊。當然唔係不良嗜好啦，即係唔係飲酒啊、大麻啊嗱。我唔～即係過度飲酒同過度食大麻就不良啦，係咪？適量嘅我諗都可以嘅，雖然我唔做呢啲嘢啦。By the way， 係咯，我又覺得，如果要去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情咧，可能真係要揾一個自己中意嘅嘢去一直 keep 住去做咯。嗯，係咯。即係溜冰咯，我舊年都中意溜冰，不過我就少咗溜啦，近排呢一年。系，因为有阵时我觉得好攰，同埋好麻烦，着对溜冰鞋，咁我就，但系都系一个兴趣嚟嘅。我仲努力发掘紧自己有冇啲咩特别嘅，体育上嘅长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你点都要做翻啲运动先健康嘅。我咁样，你咪去嗰啲 gym 嗰度有啲咩咁啊 treadmill 咁啊，你嗰度跑步咪得？系 gym 或者他們有那個、要俾錢啊！我哋學校要另外俾錢嘅 gym 卡。唔係你唔係你唔去 gym 啊？你去哦嗰、那個 track indoor 嗰、啊那個 track 嗰度誒籃球場上面嗰、那個係啊。不過我個人就比較婆仔啲啦，身體上就跑步唔係咁好，游水會 OK 咯。我醫生係建議我游水多過跑步，因為我每次跑完波隻腳都發炎嘅，咁就係啦。游水係好嘅。他就話游水係對脊骨好，同埋膝頭。咁我成日風濕嘅，我喺香港。咁啊，一跑步第二日我就隻腳就要踢鐵打噶啦。咁，所以我都好耐都冇跑過步啦。除咗最近啲好，
呢啲可能系香港问题，我好多都系有，我有嗰啲咩湿疹啊，嗰啲鼻敏感啊，嗰啲咧，跟住去到即系离开咗香港就冇事，即系喺加拿大就冇事。但系咧，我暑假翻香港咧就会嚟翻咯，所以应该可能系香港问题咯，所以可以试下。但我唔系，我而梗唔系叫你而家咁鬼冻就出去跑啦，虽然有人咁做啦，咁而家暖翻啲，跟住先可能出去跑啊，唔好跑。即系跑圈好，我觉得跑圈好闷，我好唔中意跑步，跟因为好冇目的性啊！你除咗跑，即系你跑到几多 K 咁样，或者跑嗰个时间咁样，好冇目的性。我系中意啲即系有目，即系你有个好明显嘅 target 咁样。系啊，或者我觉得玩运动会想系同 friend 一齐咯，例如。打羽毛球咯，不过我就好差嘅呢啲嘢，即系我系咁拍唔中个波，咁我觉得唔系咁好意思。咁但系开唔开心啊？开心，搞开心啦，同 friend 打啊嘛。你开心咪得咯？因为对面 friend 打，你唔系打比赛。系啊，唔系打比赛，打啫嘛。但系系咯，我而家 friend 唔会去咯，有个 friend 仲 co-op 紧都冇人陪我去啦。你咪搵 Jacqueline 咯，搵 Heidi 咯。好啊，你介意噶？你揾我就得噶啦，打乒乓波嘛，我哋话要好啦，我哋呢节就讲到咁多先啦，都希望大家会好似我哋咁揾到自己嘅新嘅兴趣，揾到啲嘢你系期待嘅，系咯。仲有冇第二啲嘢补充？好啦，我哋去歌啊。好。中去约会谁？你闭关撑到累，也要间中吹吹风，对不对？乌云灰尘，每日贴近不如随便着旧鞋跳水浸彩虹，忽然被太阳解禁，向着你全飞吻烦恼，抛到树荫，天阴天晴也放松心情，明天意义由你定，用你的感觉寻路径。心中有小花猫，你曾任性，天阴天晴也要好心情，何必天天安排？你要知道几时释怀是最强本领。Family tonight come rain come shine you'll be燥急都要命，快要丧失壮志热情，挚友之间要约定，世界再差不扭曲，你本性酸甜苦咸，每日对调。假如疲累到尽头，如何要解除风调？别当梦中了，你没理由不笑年少，可以大叫天阴天晴。在这天偷懒如树懒，听朝再闯一关，仍然未晚。天宽天蓝也撑起风帆，前方风景亮眼。你要相信阴霾，忧愁掠过便消散。
欢迎翻到嚟 CFRU 93.3 FM 中文广播。头先播嘅歌就系黄淑曼嘅《天阴间中有阳光》，同埋陈雷嘅《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希望听即系听咗呢两首歌嘅大家可以就系、是、可以心情上可以有啲即系好翻啲啊，或者。在找得閒陪自己的家人，是的，我也很想陪家人，我很掛著家人，可以 FaceTime 的，是的，我待會想著 FaceTime 他們，或者不一定家人，找一些朋友，我現在就是 FaceTime 我的朋友，可以，好，我們這節，我們這節說什麼？我們這節呢，就在 Instagram 有一個有一個呢，好似一個 checklist 啦，我諗就係講老咗嘅七個症狀，所以就睇下你哋覺得自己中唔中呢啲症狀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是、胸入晚頂已經頂唔順啦，一晚都痛唔到啦，好唔好？喂，但我係中學都唔得嘅，我中學得嘅，就我而家老，我而家。早睡，你说已经不顶不上，是通一晚顶已经想睡还是怎样？不是，是通一晚顶都通不到了，就是24小时睡，就是24小时都是醒的状态是做不到的。我中学，即是我后，不要说后生，我几年前我做不到。我 high school 那时候可以，我 high school 那时候可以，我最多好像可以连续醒到不知30几40个钟。啊！你嚟到加拿大 high school 要通顶咁惨，咁上通顶打机嘅，临唔系临考试，唔系临考试啊，同埋我读 calculus 同埋 pre-cal 同个 sem。我知，但系 OK， 我唔知呢度嘅通顶嘅定义系乜嘢啦，因为我俾我嘅话，我应该系未试过完全冇瞓过觉。即係直踩嘅，即係我點都要喺翻學之前係有起碼有瞓過覺。但係我最勁嘅記錄係我試過五點鐘先瞓咯，但係六點鐘要起身翻學咯。即係瞓咗一個鐘。你醒咗。係啊。但係唔係最攞命嘅地方係咩？我記得嗰時係中三，中三你要讀好多科噶嘛。跟住我有一個電腦科嘅 project 就係要自己打 coding， 打 HTML。HDMT 啊，唔系 HTML 啊，好似系 HTML 系啊，嗰个整网站嘅，因为我哋个 project 要自己整一个网站，跟住我记得我系12点开始做，咪几日后就 deadline， 我打到3点几，我打到仆咗喺个电脑度瞓觉，跟住到我醒嘅时候系5点几。跟住我即刻5点几，我即刻刷牙，跟住扑咗自己上自己张床度瞓，跟住就6点几就要起身翻学啦。跟住，但系跟住第二日我都仲可以温到2、3点，因为嗰时候考紧试嘅，同埋即系有考试温书。我系可以好癫嘅，以前我觉得我喺香港咧最精神嘅时候系2、3点咯，凌晨2、3点系我最精神嘅时候咯。但是我已經覺得自己現在是不得了，現在是即是拿昨天為例啦，我說真的，我永遠好像上堂上到5点半那一堂完了之後，其實我個人已經開始個腦已經不是 work 緊，已經不是聽緊書，所以我已經覺得自己老了很多。我那個以前呢，我不知道是因為我有游水的習慣還是怎樣，我是基本上是一個禮拜有4天都游水啦，通常都是不是假日游，通常即系1至5可能一游4日咁样啦。咁嗰啲日子都要翻学噶嘛。咁我放完学之后游水啦，咁我翻到屋企要温书，但系嗰阵已经好攰，因为我游完水，可能因为游完水，所以我系顶好，我唔可以好似你哋咁可以即系顶到1点啊2点啊都未瞓咯，我系。已經11点已經覺得好攰，跟住12点就瞓，同埋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樣，係啊，即係證明你係身體健康咯。但係
我唔可以話我哋啦，我唔係咯。我首先我要話，咁都係同一樣，因為呢個原因我嚟咗加拿大嘅，因為實在太辛苦啦，咁樣讀書法。係咯，我真係覺得以前係就係，因為同埋我好多 friend 都係好以前香港中學係好多人係放咗學要補習補到好夜，跟住翻到屋企夜，跟住食飯，跟住又要做功課咁樣。但係以前生活真係辛苦啊，翻轉頭咯，喺香港係我哋就係咁樣捱老咗啦。我覺得我因為咁樣所以提出老化。好，咁我哋讲下第二个症状，就系饮少咗酒，养肾冇。我谂应该系唔费事饮咁多酒咯，因为觉得饮得多又老得快。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唔关事嘅，因为我系饮得多酒咗好多嘅。诶、欸，我都系啊，饮唔到而家。唔系老，冇老到。呢个过咗可以饮多啲酒。咁啊 ，Michael 就唔多讲啦，佢唔饮酒，系啊，佢啱啱够称啫嘛，系咯，啱啱够称喎，唔鼓励大家咁做，但系我听过有啲人系唔够称都饮嘅，但系我唔系咯，我就唔，啊你真系咁乖，你细个一滴酒都，即系一啖都冇试过，嗰啲 Joy Sandy 计唔计啊？零点几 percent 唔计啦，零点三定零点五就话最细。我都系饮嗰啲啫嘛。吓，零点几喎？零点三啫，最细。Sandy 系咁少嘅啫咩？零点几，唔系点样俾细路饮啊？唔系细路都买到嘅最细。我通常打边炉咧，跟住嗰啲雪柜里面有 Joy Sandy 噶嘛，跟住我话诶试下饮。好唔好饮啊？我未饮过。其实唔好饮咯。唔好饮。你啦。咁如果你会唔会想试饮 cool 啊？即系其实都好似汽水，但系入面有 cocktail 咯。我谂法系即系，因为呢啲嘢系对自己有害噶嘛，同埋通常你饮呢啲嘢系你想，即系你解脱有啲，你系唔系咁开心先饮噶嘛？都系，我旧年的确饮唔到，都系因为我咁样唔开心。因为我而家唔系冇咁唔开心，而嚟如果真系唔开心嘅话，我会去打波或者瞓觉。几健康咯、好健康。我之所以咁样问系因为我想系咯，但邀请大家 reading week 过嚟我屋企打边炉，咁我都想买啲嘢饮俾大家，咁我谂紧我如果去 LCB 我买啲 cooler 俾你哋，你有冇？可以噶，可以啊，可以啊 ，Michael 唔系你请啊，我感觉你请啦、啊，我会有 plan 噶，你做住。橙汁俾你，你嗰榨橙汁可以细个啲去饮嗰啲，我哋再讲，我哋呢个再讲好。跟住咧，放假想瞓多过玩啦，呢个绝对系。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瞓觉嘅人嚟嘅，即系如果我冇嘢做嘅时候，我都话朝早起唔到身。我即系上个星期去 clubbing， 其实我根本都唔想去，我宁愿喺屋企瞓觉。不过系啊，我而家喺呢度讲用广东话，咁我啲 friend 应该就唔会听到嘅。Oh my god！ 你整个 auto translation 嘅 subtitle 俾佢，咁佢哋就可以睇 subtitle。系，咁我谂应该 Michael 唔系啦，放假应该系想去打波。唔系，如果有波打咪可以去咯，但系有时佢放假未必有个排球 session 噶嘛，咁我就应该。可能我唔知道，睇 YouTube 或者瞓觉都系。我要早起身，我放假都系早起身啦。而家我而家瞓觉啦，我放假都系七点起身。我想问你，都系 keep 住七点。你点瞓啊？十点瞓咯。哇！十点半。健康啊！你哋好健康。我啲听日。我小学生系九点瞓，我小学系九点瞓。其实我真系想讲，其实一个人系咪一定要系做一个 morning person 先至要健康？即系我都系一个 night person 嚟。我讲少少啊，即系我希望呢个 prof 唔好听我哋节目，香港人嚟。我琴日同佢倾偈，跟住佢话佢自己都系个 night person， 因为佢成日11:00send email 俾我哋嘅，跟住我啲 friend 或者其他同学就会投诉话，心谂呢个 prof 黐线嘅，11:00 send email 嚟，即系应该正常啲 prof 系好早 send email， 唔会咁夜 send email。11:00对加拿大人嚟讲其实系迟噶嘛，跟住我就好快咁答佢香港人啊，
唔係 Asian 啊，我個 prof 佢都可以十一點幾 reply 我。跟住之後，好似琴日就同我講話，我哋 department 即係其實係得我 research 嘅其中一個 prof 嚟嘅，佢好早起身話咩誒四點幾，我話係啊，我 supervisor 四五點已經 send email 俾我啦咁樣講。跟住佢話其實唔同嘅，咁人哋可能有細路仔咧，你要早起身啊嘛。但係佢話佢冇細路仔啊嘛。咁佢話，所以佢係夜晚先至做嘢，跟住我就開始覺得冇咁大罪惡感，因為原來唔係所有 professor 都要咁早起身做嘢，你可以夜晚做嘢。但係我就覺得好，好似唔夠 productive 咯，因為我自己其實係中意夜晚翻工嘅，即係夜晚做我翻工要做嘢，跟住我係夜晚 send email 俾我 prof。但是我不想俾佢覺得我一個就係夜晚逼嘢啲嘢，夜晚 deadline 先嚟做。咁我就係 schedule send 咯，我 schedule 聽日嘅，即係聽朝早嘅，即係其實都係同一日嚟嘅七點幾 send 到出去。咁佢就會見到，哇！呢、這個女仔好早起身啊！哇！好有心計啊！人生三大錯。我希望唔會有一啲識聽呢個節目嘅人聽，跟住報錯。但呢個係我嘅做法咯，即係我每次 send 嘢俾 supervisor， 我都係其實係夜晚通頂到兩三點，跟住但我 schedule send 係七點幾、六點幾或者八點幾咁樣咯。但係如果你有即係譬如話你有啲 schedule send 啊，有啲又夜晚 send， 咁你咪俾到佢睇你係由朝頭早做到夜晚咯，唔係更加好印象分家。我唔知佢會擔心你嘅睡眠狀況。我驚佢會擔心我咖啡因吸取量。因為呢度係加拿大，我驚會嚇親人咯。但係以前喺香港，我絕對唔怕做呢樣嘢。唔係，其實呢度都有人係會咁樣嘅，所以其實係可以做嘅。如果你想嘅話，但我驚我會 disturb the prof。唔係，佢哋會唔睇嘅。如果佢唔得閒，所以唔使擔心。都係嘅，都啱嘅。好，係啦，咁。系啊，有冇人有補充啊？對於呢個 point， 想瞓多個玩，應該冇啦。咁我哋留下一個，唔再喺 IG story 放褲。我覺得我都仲係一個負面嘅，我最近先放完一次褲啫。大家咧，我係唔用 IG story， 你唔偷嘢，淨係睇啊！你 stalker ，stalk 人。唔係問題係因為我。好平淡啊個生活，你明唔明啊？即係有我唔覺得你生活平淡啊！你會打波啊，你會鋪係已經適應咗咯，做噶嘛，係咯，變咗一個習慣。我都係啊，都其實我嘅生活都好平淡噶，但係我都會硬係揾啲嘢鋪下，嚟死都要揾啲嘢嚟鋪下咁樣。唔係啊，你呢啲睇心情嘅。同埋咧，啲放符咧，通常即係我唔知啊，但係。通常好少見男仔會真係 IG 度打千字，或者即係會去抒發自己情緒咯。哦，咁又啱喎。通常男仔都唔做呢啲。哦，可能我都明嘅，因為我身為男仔係有即係有嗰個要面，想俾人自尊要面咯，自尊心同埋即係唔係好想俾人知道自己面即係嗰個面對緊而家咁嘅情況，同埋咁嘅咁頹咯。我就唔系，我谂个女仔嘅心态系放苦，希望有人关心咯。为奴取暖，系咧，即系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直播我唔直播嘅，但系就系希望有人嚟慰问我啫。好，我下次识做噶啦。嗯，冇人应你咪好尴尬嘅。咁你唔係好 sad 喎，平時鋪嘢為人俾人睇，自己放下褲嘅啫，其實都係個抒發情緒，冇錯。你可以寫日記，你可以選擇寫日記喎。即係有冇人覆咪冇人覆咯，因為啲人都唔係有心睇嘅，鋪完都唔記得你睇咩。你有冇見過 Lemon 點樣掃 IG 又咁樣掃嘅？我話哇，你睇到㗎啦，你見到佢，我今日我正望佢坐隔離，我就咁樣。我係見，我係。看我想看的東西可不可以是就是見到男人就立刻撥走他大女人就立刻不是這個是你說的我不是這樣做的你可能這樣做但我不是這樣做哦、oh, Austin 原來明白好下一個拍拖看性格多過外表、我不知道我想你唔知意思你冇呢个冇拍拖冇拍拖择偶条件择偶系咯择偶系
俾我嘅找條件，我的確係睇性格多過外表，即係我對我嚟講，外表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啦。大家咧啊，我要覺得起碼你順眼先咯，即係你唔使即係 ten out of ten 或者 nine out of ten 嘅，即係你一個正常人。咁你會 prefer 幾樣咁樣咧？咩啊？你會 prefer 幾多？即係唔係六？以上咁啦，即系你唔好太系咯，差唔多太咩咯，即系你唔好太污糟，即系你唔好有即系一个月唔洗头啊，又跟住又成面暗疮啊，我都啱就可以啦。系啊，即系都系啊，六七咯。即系你讲紧系个人卫生啊，而家个外表系系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靓的，但你争在你执唔执？系睇你点执咯，啲发型问题啊，嗰啲戴眼镜啊。哦，你真系讲紧样喎，你讲有噶，唔系咁都有爆噶嘛？你睇样系睇，即系 first impression 咁样咯。first impression 呢个讲法系适应喺加拿大，但系香港系戴晒口罩，而家仲系。系咁冇啦，戴口罩系唔 fair 啦，系 NA not found 404，404 not found。好，咁 Jacqueline 咧？我觉得要即系点讲好咧？我觉得相处舒服，然后啱倾。嗯，系啊。都即算系性格咯，算唔算啊？都系咯 ，kind of 性格，即系咯，你唔系太在于外表咯。其实我觉得人心理善良就靓噶啦，系咪先？啱啊！就算几靓嘅人，如果佢系好衰、好贱格咧，你觉得佢个样都会觉得衰衰地。系啊，系啊，即系你憎佢咩后面咩前面啊，憎佢见佢前面。系啊，我明白你讲乜。嗯，好，我哋快快脆讲埋最尾两个。跟住我身邊朋友開始結婚生仔，我覺得應該太我哋太後生去。我想講我有啊，我有個中學同學生咗 B 啊，跟住佢中學結咗婚啊。我 high school 都有個同學，啱啱舊年八月生咗，佢仲要細我三個月嘅添。Oh my god！ 你講 high school 係加拿大？係啊，即係佢細我三個月咯，同我同年細我三個月。嚇！但我兩個都係香港咯，香港中。香港係啊，你係咪同你同年噶？同我同年啊，有一個嗰個 B 已經一歲啦，今年。佢係跟住方唔方便講佢係即係佢係婚姻係美滿嘅，即係佢唔係。嗱 ，from 佢個 IG 睇咧就非常之幸福啦。O K。咁我覺得咁我都相信佢係幸福嘅，因為佢係啦，佢不過佢係應該係有咗先結婚嘅。我嗰个因为都好啲消息嚟得好快，成婚，系啦。不过而家个世代咧，好多都系咁。我记得我旧年就好似啱啱呢个时候，佢满铺咗张相，就系个肚已经一个螺咁大，跟住佢男朋友，我都认得佢男朋友，又系我 high school 啲 friend， 跟住话佢哋有个 B B， 跟住之后隔咗几个月之后就婚礼，跟住个婚礼做好简单，好仓促，跟住又生咗，即系都系奉子成婚嘅啦。但系婚姻未满嘅，暂时。咁就得啦，即系希望佢哋幸福美满啦，继续婚姻美满，系啊，咁啊系，希望佢哋继续婚姻美满啦。咁最尾就系你系九零同零零后，咁其实我哋应该全部都系九零，全部都系。而家谂翻你一零后都几多岁？十二十三，系啊系啊，真系。其实我都有啲觉得自己唔似系二十岁，即系你个心境仲十八。咁咪好咯，好啊！我覺得自己心境冇前十幾廿十零歲嘅細路女，好多人都唔識啊！我覺得自己好事啊，唔係喎，我爸媽成日覺得好單純會俾人呃噶喎。喂，少咁奸，我哋冇意見。你大眼識人，少咁奸。系啊，即系上个礼拜我点解会俾人撩我去落 club， 咪因为我个 friend 话你同佢有 eye contact， 因为我落到 bar， 因为我个人就系要有礼貌啊嘛，咁人哋对住我笑，咁我咪对住佢笑，点头回望咁样，跟住佢以为我冧佢，咁佢就行嚟。
你喺 club 度唔做就唔係啲禮貌咧係要有嘅，但係 club 度咧呢啲就唔係禮貌，佢就係 signal 嚟噶啦。係我個你 friend 下次帶副超去啊！好睇到嘢喎，入面大佬睇到噶，喂，入面會有嗰啲你係有啲經驗有光噶嘛？你有啲有光，入面好光噶，成日有射燈噶。我咪唔知道啊！你下次帶黑超啊！原來有經驗嘅，係啊，嗯，係咯，你係咪成日冇噶 friend 聽翻嚟嘅 friend 聽翻嚟？你啲朋友就是你噶，係係冇錯冇錯，係係係。好，咁即系以上就系咁多个，以上就系咁多个倒咗嘅症状。咁其实我都中几多，但系我同时亦都觉得自己心理上都仲一个细路仔。咁其实我都，嗱，其实我嘅 conclusion 就系觉得 Michael 好似一个都唔中。我中零零，你中最尾嗰个咯。你中最尾嗰个咯，但系佢系咁呢个系硬件上嘅问题啫，呢个唔关心理，呢个系肉体问题。我都唔再讲啦，再讲，再讲，再讲啦，再讲。不如而家讲啦，你几时再讲？下午分解啊！梗系下午分解啊！好，好啦，好啦，嗯，咁我哋咧今日 radio show 就嚟到呢度。咁呢个系我哋新学年第一个 show， 亦都系新一年嘅第一个 show。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啦。好啦，拜拜。拜拜。拜拜。